观众、诸位菩萨，大家好！现在咱们讲这部《楞严经》，今日讲到这来呢，已经进入了第192天咯。那么现在，请大家拍开这个《楞严经》的经文吼，经文哎，佛祖安尼讲咯：由因世界万害轮回，杀颠倒果。符合怪形，84000是浮表相，如是故有，非无相相，无相皆难，流转国度，如涂晓等，复快为仪，及破境鸟，以独树果，破为基主，自行浮表该遭其实。其为穷塔，是名众生十二种类。这段的经文啊，是讲了非无相的友情前后因果啦。是啥物话叫做非无相的友情？非无相友情安怎构成？因果如何诞生？这一连串咱后边来讲的啊。那么现在，请大家啊，主要看这个白话解说，然后咱后边呢，会详细深入啊，来探讨，来跳开开开的呢。好，注意看好哦。由于世界的众生万因杀害而轮回流转，因为杀害心啊，颠倒触及，符合观音。二乘84000种杀害食自己父母的梦想，由于这种的因果，早有非无相的现象，二乘无相的结缘形成，而辗转流传世界各地，亲像涂晓等富涂怪作为自己的儿女，以及破镜鸟。以独树果，抱着作为伊的子女，这两种鸟兽等，子女中代父母都反被子女遭受杀死，这种类的众生也冲塌了世界。以上即个叫做众生业报十二种类，诸位看会清楚啊哦。所以天下间有真多啊，众生颠颠倒倒，拢心内抱着这个怨恨心呢。那么中大了后啊，伊子女呢反倒等下杀害伊父母啦。卖讲人都有这现象啊，你看真侪这畜生道的畜生啊，父母家养育大汉了后，反倒等下大汉呢，将伊老爸甲老母呢，甲食了了去啦。哦，有这类众生呢，真可怕。好，那么现在咱一句一句提出来，甲注意分析解说下，注意听好哦。由因世界万害轮回，杀颠倒果，非无相的友情，也是因为世界颠倒，希望而有万害。就是抱着怨恨，怀着杀害之意，因为这类的众生本来是合为一体亲人呐、啊，怨恨杀害，杀害心现前，故成为亲人对立，互相食单，因此构成因果轮回性，杀颠倒，这类的众生不敌众生。
本同一体，本来都是生生世世的父母亲人眷属，因为杀念不止啊，互相食丹，作主万对，以慈悲的真心相背而驰，是一种杀害志愿的颠倒者。哎，你注意有看到清楚吼？那么这段啊，就是讲要众生颠倒，颠倒到什么程度呢？将囝甲饲大汉，大汉了后，这囝反倒转来，将伊父母甲食了了，甲吞了了去啊！因此咧，构成这恩怨的对立啊。有恩怨对立了后，生生世世，你吞我，我食你，你害我，我来害伊啊！产生因果轮回性啊。那么，伊唔知讲一切男男女女，皆是呢，咱生生世世曾经做过咱兄弟姊妹亲情眷属啊。伊唔知这道理啊，莫怪做众生啊。所以呢，在这情形之下，你害我，我食你；你食我，我害你啊，构成因果轮回落去啊。这完全就丧失了咱佛门所讲的慈悲心的流露啦。他们真心的慈悲呢，背道而驰啦，因此产生一连串呢互相杀害、互相残食的现象出来。这段就讲个道理啦。好，那个听好哦，后边要解释了呀。符合怪诞，84000是符表相，怪是怪诞，可说是出乎人的意料之外。如天下的父母乃是至亲，但是却呢互相食丹，这种的众生是符合怪诞而成，是世间罕见罕闻的怪事啦。因此成为84000的十父母相，也就是因为逆天背理啊。照道理说，父母爱子女是天性。子女呢，敬奉父母是孝道，但是却忘记父母的亲恩，互相吞噬，这种灭伦乱想的想念，正是为失事物的怪诞之相。诸位看得清楚哦，这就是凡夫众生嘛。那么因危险呢，因此带来造业。因此造业带来无比受苦啦。甲都讲过了，这类众生啊，出乎咱人意料之外啦。哦，照讲父母是至亲的啊，哦，孝顺父母是应该啊。哦，啊父母呢来照顾子儿，这是一款的天性啊。可是啊，甲这来呢，拢灭伦乱想伊咯。因此互相吞食啦，逆天背义去啊！吼，这个众生嘛是大有人在呢，唔是无啊。好，咱自个听好哦。后壁经文佫讲话咯，如是果有啊，非无相相，无相皆难，流转国度，有了黑业梦因。就有了果报，这种的众生呢，好亲像有正相，因为初步居住之时，并不是没有恩爱之相，但是后来父母呢，遭受居住所失啊，恩爱因此一刀两断，故称无相。非无相的众生，以妄黑妄业为因。因此流转世界国度，应无知识。这段简单讲啊，就讲出了这类的众生呢，有了这个妄黑妄业啊，当然就产生了一连串的果报走出来。这类众生照讲，就哪算是有真相？哦，细汉的时呢，父母会甲抱这个囝儿啦。哦，那么大了后。哇，渐渐呢，这囝儿生了一款怪性，乱想出来，将父母呢全部给吃掉，
上主要呢，爸母吞完了，一刀两断呢，所以果清跟着无相呢。哦，那非无相的众生，简单讲就是，伊这妄业妄业作为呢，伊未迄个因，因此流转伫世界各国去啊。即类众生真济哦，咱来注意看作者动物之谈哦，看真呢，爸母将这个囝儿个饲大汉。囝儿这野性野起来吼，伊巴肚枵哩甲地母子饲呢，甚至伊毋知这是爸母啊，乱了这个啊爸母的逆鳞呐，然后将爸母全部食了了去啊，真恐怖的注意啊！好，佮听好哦，后壁经文讲话咯，如破晓顶富快为鱼，急破镜鸟以毒树果。破为基础，自行父母该做知识，积累充叹。破晓破镜鸟，都是恶毒的禽兽之类啊。破晓鸟呢，是食鸟之鸟；破镜鸟是食父之鸟。头前所讲是理论呐、啊，后壁这段所讲的是讲出这个事实给你听。有一款叫做是破晓啦，破晓一款足恐怖、真歹的鸟啊类，禽兽着滴个禽鸟、禽鸟。那么这禽啊，伊拢专门去食啥？食老母。哦，啊，那么这个后壁这个哦破镜鸟呢，是专门去食老母。这两款鸟啊类呢，会食爸母啊。哦，所以基于这两款的类呢，作为呢。本经文以道理的衬托，加多显理，即卖用书来衬托出来。所以讲到这来呢，天下间真济啊，卖讲是畜生地众生呢，会将家己爸母甲吞食了去，含只人道都真恐怖的罪。哦，人道即老爸啊、弟仔呢，出台时的现象呢，自古以来也真济，毋是无啊。有人讲无。有毋是无，是呢，这个社会上较无一个报道安尼尔。就讲今年度也着87年十月时阵啊，那么一个囡仔呢，因老爸老母为先甲捏甲捏捏到大汉呐，大汉了后，这个囡仔为着要甲老爸老母摕钱呢，因此爸母看这囡仔并毋是讲会当生气，哦，拢爱佚佗流浪呢。做爸母的心真急，希望望囝呢，哦，兴隆啊，望女兴旺啊。结果这囡仔和老爸老母真失望，无爱钱给伊啊。那么这囡仔就掠讲起来呢，将老爸抬50几刀啦，老母也抬50几刀，抬无够，佮叫别来伊囡仔判呢，当时的家老母前后都抬50几刀，迄镜头倒转来啊，你想看卖啊呢？这就是逆轮的意思啦。畜生有，人道嘛是有。哦，以后是不是历史会搁演下边呢？这是一个无定数啊。三人甲保证讲无啦。因了这个报出了后，哦，接二连三呢，一连串的这个典故会搁流，会搁历史重演出来。哦，所以呢，注意啊，天下间逆轮的代志啊，是非常非常的多哦。太子爸母呢，在目前的社会，不是讲呢罕见的代志，哦，频频可见，般般可见呢，所以呢，这不是非常。如果有我多行听见文化的位置啊，这款的怪诞的代志呢，都未在诞生啊。哦，虽然佛教的角度看一切男男女女，该是咱的爸母同款。哦，所以太爸母啊。这是相当不好的代志，逆天逆地的代志啊，逆伦的代志。这叫做杀父母啊，杀父母呢叫做五逆罪。以后根本无法度受五戒、受菩萨戒，甚至出家修行，拢总未使啊。这款命中以后，100%拢对这地界落去。五逆罪是对地界的，所以千万行不得啊。那么在梵网经菩萨界来这讲啊，伊讲一切男子是五父啊，
一切女人是五秒，故六道众生皆是五浮流啊！二杀二十者，即是杀五浮流。安尼注意听有无？所以佛法的角度看天下间一切男男女女呢，佛祖有这佛眼，伊看得出来。一切男人有可能生生世世做过咱阿爹，一切女人多生累劫有可能做过咱阿娘。所以呢，在六道众生，不论是男是女呢，伊有够来看，有可能做过咱爸母，甚至兄弟姊妹眷属啊。这个女人有可能做过咱阿娘，还做过咱太太，还做过咱子女，拢总有可能的。因为一世都一世父母甲亲戚朋友眷属啊，那么两世都两世的父母兄弟姊妹眷属啊，啊这条生命已经累生累劫生生世世无穷尽啊。像我常讲的，用一个数学的这个符号，用一个镜头呢，那个斜过呢是无止境的，无止境的镜头代表呢无止境的生死轮回以来。都无量世，既然无量世呢，那么一切男男女女有可能做过咱老爸甲咱老母啊，所以他一切众生就正他自己过去世爸母共款，完全无啥物两样的啊。所以佛经讲啊，不但人袂当杀啊，含六道众生都袂当杀，杀你个地啊！你若杀你老爸老母，你是要安怎讲话啊？啊！杀了你后生祖囝嘞，杀了你太太，杀了你翁婿嘞，杀了老爸老母嘞，这六亲不认呐、啊，拢种乱伦咯、哦，可怕主意啊！所以咱们抱这侥幸的心讲，众生肉就是用这个啊，你敢知影这众生？你讲敢敢保证这众生的肉？哦，这碗卤菜遐尼香，有卤过呢五香的。牛肉啦、猪肉啦、鸭肉、鸡肉啦，这些众生你感觉保证不是你的父母兄弟姊妹？哦，轮回以来已经改头换面，如果你在世呢，杀盗淫妄真强的人，像陈进兴啊、林天星啊、哦、林春生啊、高廷明啊，哦，这做遐尼罪过遐尼多人，那么当然伊命中以后爱受业力感召啊。阿麦街头画面，三人敢保证啊呢？三人敢保证呢？伊袂投胎于六道中，伊无一道去啊！所以街头画面了后，当然你就有一个假阴之味。投胎转世了后，未记了顶世的人是啥物人啊？叫做假阴之味啊！因做你台即只呢，无定顶世的人你翁婿啊，无定着过去生中你老爸老母啊。因此，咱唔忙做许可惜、无可惜的代志。哦，无可惜的代志，你啊，甲做了个地，有当时啊，唔知你哭还要笑啊。因此，千千万万这个问题啊，哎，大家好，咱注意，佮看经文哈，佮讲话咯。是名众生，十二种类，真如本体啊。本来立足名相，本无世界众生。如果以染有缘起而论啊，众生的内心无明妄想，自业感召业果，是故有了各式各样各类的众生。本经文指出十二种类的业报众生。哎，你注意看清楚哦，这是个结论的话啦。照道理上讲呢，咱个真如的本体，也咱清净的发心呢，本来就是离开一切名相，离开一切声尘相，离开心面相。既然是安尼回事啊，嘛本来无世界无众生啊。既然无世界无众生，是安怎无甲有世界有众生呢？迄是徛伫高地立场来讲话，所以咱佛教唔相信三无大地呢，是上帝创造，爱心明创造，嘛唔是诸佛菩萨创造，是众生业力感召
你有所有世界有众生。换一句讲，天下间若到众生同时呢，心地清净，大家发心的境界，这个世界同时间消失去，若到众生完全立即无踪，无世界无众生去啊，大家进入相即空净土，大家进入离体世界。世界完全就无去咯，伊之所以有存在，就是着众生共造一切业，所以共造一切业就免不了呢，受业的因果报应，一切世界诞生，众生轮回就走出来。你就清楚吼，所以唔使讲，伊这污染染有缘起理论呢，众生的内心因为有这无明妄想。讲着一只业，是感着一只业果啊。因此，才有各式各类、各种的众生而演化出来呢。那么，在本经的经文，也就是《楞严经》经文，释迦牟尼佛呢，指出了十二种类的众生如何演化，如何呢产生的正因效果，以来龙去脉呢，释迦牟尼讲得非常深入，听得明明明。讲我清清楚楚，你就清楚哦。好，那么下面啊，楞严经会当是这第七卷呢，全部已经完完讲完咯。那么讲完的时啊，我有一段话啊，必须甲注意讲个清楚哈、啊，大家注意听好哦，听好。阿难尊者，请问佛陀，正道的名为？但是世尊呢，却阐明十二颠倒来回答，好亲像答不对题啊。其实佛陀用意在于，因为颠倒正是正觉的障碍。佛陀虽然正面是想要让人明白正道的名次，但是不得不啊，先拄着障碍之故。如果障故一拄啊，当下颠倒自灭，正觉自然显现，所以先真实十二颠倒的真相，也就是十二种众生的生命来龙去脉、前因后果，作为深入详细的介绍，令万法众生能正见众生生死轮回之本源，佛陀。真是悲心铁骨，不愧是人天导师，四圣的祝福。诸位安尼有清楚啊吼？这段就是讲了，照讲是阿难尊者问佛陀讲，哟，正初地、二地、三地，乃至啊五十二界位的情形如何啊？佛陀照讲啊正面甲回答啊，可是伊无正面甲回答。伊再来讲，有十二种的类，十二种类众生，为安怎颠倒，为安怎自业，为安怎受生死，感召这十二类众生，在表面看起来那亲像无正面个回答无，其实佛陀深深的用意就是呢，因为啊，众生的颠倒，那个屈度掉，伊正面呢，同一时间呢，正道就显露出来啊。如果这障碍的因果无个，苦度为者呢，伊正面的正觉就显未出来。同时间，这障碍之故若拄掉时，那么众生生死轮回的来龙去脉呢，就同一时间就显露出来。所以在表面看，那亲像无个回答无，其实就正觉回答了啊，好厉害佛陀啊！真是所有人悲心铁骨啊，道理在这所在哦。要做着人天的导师，四圣的主，无遐尼简单哦，注意啊！你注意清楚吼。那么以上就是甲这个《楞严经》啊，第七卷呢，甲这个所在全部一个过一个一个小段落，已经讲了完完咯。那么下面啊，咱要甲注意讲，《楞严经》其实头甲尾呢，只是要转识为智啦。好，咱呢会当来明心见性来修行。如果是修道人，
那唔当人心建成为正，只是伫这个文字上伫遐个打转，伫文字上伫遐分别。哎，你哪怕是三宗十二部教典，全部都精通，会当咧讲经说法，哎，度无量众生，可是对自己来讲呢，犹原是凡夫一条啊。所以呢，本经是完全徛伫呢明心见性的立场为出发点。这十二类的众生，为安那构成十二类的众生，就是无明心见性啊。哦，背离一切清净的本性，因此向外追求外在之法，这初下之时，因此未去造业、沉沦生死，一连串的轮回性就走出来。所以修道呢，第一要明心见性啊，非常要紧哦。好，我就运用一个开悟圣经呢，哎，咱听看袂咧哈，伊安讲咯。开悟圣经云：明心见性，出三界，福慧圆满，光明无定论，满意自性，定论之处，街头换面，披毛戴角，因果平等啊！诸位安尼讲清楚无啊？所以你若明心见性人，你就有法度呢出离三界。然后不断修复修慧呢，福慧呢圆满的时，那么人天的导师佛世尊呢就有你份啊。到迄时阵啊，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啊，光明无定论啊。那么也因为众生呢本身无明心见性啊，因出定论伫咧三恶道啦六道中呢，永远不能出人头天啊。我都出三界啊，所以呢，难免就随业来决定伊投胎做一道去啊，来改头换面，哦，啊披毛戴角去啊。那问啥物理由？因为因果是平等平等啊，哦，做啥物业，感召啥物果报，这是一定的定律的。哦，除非你无做业，当然就袂构成投胎转世事实。可是凡夫众生，咱啥物人伊无去作业呢？人人拢去作业，不过是善业甲恶业的问题啊。那么咱嘛要讲话啊，不但恶业是沉沦是对落的，善业嘛是共款的，无解脱的位置啊，福那真照常对落啊。你看世间人真是有真有福报人哦，好大企业家，真好过非常澎湃的人。真海派人，一旦来生日的时啊，哦，车咧贵啊，百几度啦。哦，爱一厝宴席呢，迄车开落啊，几啊百几，几啊千几度啊。结果你看做偌济业都好，唔免安怎，一几度，吼、哦，一只鸡啊都好，啊，真啊鱼虾啊无剩哦，一几度一只鸡啊都好，啊，一百几度呢，个死一百只鸡啊，鱼虾啊无剩哦。鸡巴鸡巴无剩哦，哎，按照一千八度哩，就一千只鸡啊咯，啊这毛啦、土色啦啦、鱼也无剩呢，哎呦，那讲福大，你福也大啦，福大祸大，你福报大，就是生生世世修来啊。可是你生生世世修来的福报呢，在今生个做。本啊，八地都遐业，你个想看卖啊？因你个福果因来个真济财富啊！那么你福报呐，真个是照常随你业呢？伊个沉沦生死受业呢，佫牵着落去啊！所以我们讲，个人做恶业，哎，是唔好个；善业呐，介大，你唔怎样修行，佫因为你个福报佫做业呢，讲先生个算袂好啊！电珠去摕个试试算算呢？你安怎算个算袂好？福报遐尼大，造业遐尼大，后摆对落就愈紧呢，真可怕个代志啊！你注意清楚吼，所以开悟圣经这段，咱搁念一遍哦，注意听好。明心见性出三界，
福慧圆满，功名无定论，满意自性定论之处，街头换面披毛戴角，因果平等啦。注意看有清楚哦。好，啊，若清楚，咱后壁要讲话哦。听好，咱讲见性，见性，性在何处见呢？如何见性啊？来，咱运用一个开悟圣经，伊讲如本阿叔啊，我讲两句啊，阁无问题。咱请古经讲两个位哩，注意听哦。开悟圣经云：行诸自我，皆是逆性用，处处以道相应。若不随外境之风，性水常住渐渐。哎，那注意观念吼。哎，这意思讲，咱要见性，见性，啊性唔知要哪见吼。伊讲伫你行住坐卧当中，就频频流露出你性的作用啊。你有看到无？行路上去行，坐伫啊，三两个字，讲话三两个讲，倒伫啊困，上去啊困。在行住坐卧、肢体动作、思维动作当中，拢总是你性的作用，你有看到未啊？那无看到呢，就好啊参这个问题咯。处处以道相应，处处跟你性敌为母为伴呢，你个不知不觉在化无性呢，这是不是用感觉真灵敏个同情啊？伊讲，如果若无随着这外口一切境界之风，所咧甲你扭动左右为正呢？其实你的清净的本性，浮沉24小时，当时一秒钟离开你呢，拢总无离开你。如果刹那间离开你呢，就如同呢，刹那间你就是行尸走肉，刹那间性无伫你身上，你就麻木不仁。刹那间你甲性无斗阵，你就活死人同款。可是性呢，24小时，一冬12个月，一天24小时，一点钟60分，一分钟60秒，这性完全无含你的分离呀，在你左右，你的动作就是性的作用，你唔得看有未？好，好厉害呀、啊！性水呀、啊，上尖尖，破现在眼前。咱主唔在看无呢，所以有一次啊，咱达摩祖师要度一个国王去开悟呢。那么达摩祖师不愧是达摩祖师啊，是过来人，是开悟正果圣者。所以有一次呢，伊啊要度这个国王，但这个国王神经真深厚啊，已经接近要开悟正果边缘咯。所以达摩祖师呢，就行我这个。皇帝边啊，皇帝看伊友谊真深厚啊，大家谈论佛法真欢喜啊。那么达摩祖师观看这个国王的根基已经接近要开悟啊，所以要教会安那见性就对了。那么这国王就讲：大师大师，见性如何见呢？哎，啊性是倒位啊？哎，啊你有性，我敢有性？安尼问达摩祖师啊，达摩祖师就来讲：我有性，君嘛有性，人人有性，有性人人可幸福的。哎，像你安尼讲，啊性是倒位啊？达摩祖师一语不发，然后叫这个国王来讲：赶紧呢，我的精液放伫外口，你给我摕入来呢。这个国王听到这道命令了后，因为足尊敬三宝啊，以最快速度呢移动伊脚步呢，从走去甲这双鞋啊，啊，就要替刹那间讲慢车哩，殿下，你赶紧呢，这个、大殿垃圾，赶紧流水呢来，大殿流流的。当这人鞋啊未替，就这回心来讲，赶紧呢去甲汗水来，涂下流流的。水干来阿未流脱架时，伊佫话讲啊，讲国王殿下，赶紧呢，你下一道命令，叫所有你的大军呢，
南方去台湾啊，赶紧来平息。安尼讲的当中，这个讲古怪呢，这个非常通啊。叫我摕鞋啊，鞋啊未脱，叫伊流涂骹，涂骹未流。哎，涂骹未流，讲出大便去乱啊！伊就甲我舒缓，嗯，伊咧想想到尾讲啊。原来菩提达摩祖师用的就是安怎？要叫我回光返照。什么人移动脚步要挂这双鞋啊？挂鞋的人是什么人？什么人听到这道命令，伊回光返照？去流涂骹，什么人去流？如果若无我这佛性的作用，无性的作用，什么人有法度流？如果若无这佛性的作用，什么人灵魂被光达摩祖师救我？马上在这状况之下，伊回光返照，照见本性，当下明心见性啊！因此世间忽然呢，全欠着人伊啊，这个国王转凡入圣意啊，有明心见性。所以大魔祖师去度化一人来见性，有伊呢相当一套方法就对。像这个国王呢，哎，被这个大魔祖师的使唤叫过来叫过去，哎。到到尾啊呢，这个国王准明心见性去呗。然后甲达摩祖师点灭三拜，皈依在这达摩祖师的座下，拥护这三宝呢，不离一日啊。所以注意啊，性是倒位啊，性伫你心外点点滴滴流露，迄就是性的作用。所以呢，开悟祖师这话记好哈，如本佫念一遍哦，听好。开悟圣经云：行诸自我，皆是逆性用，处处以道相应。若不随外境之风，性水常住渐渐。诸位一定看有清楚吼，甲下不听好。那证得了不生不灭的菩提自性了，咱甲见着诸分的无啥物两样啦。那么有什么证据呢？来，我运用这佛经，伊讲一段话咯。一切法不生，一切法不灭，若能如是解，诸佛常现前。那么这什么意思？注意，用一切法不生呢？一切法不灭呢？是什么意思？用咱清净的本性，一念不生。生而无生，灭灭而无灭啊！大家不生不灭的菩提自性是啊。那么这款的境界位置啊，含十方诸佛现前度化众生，无什么两样呢？凡夫看到灭就是灭，生就是生，唔单是生灭当中，无都看到也不生不灭，所以始终是生灭法当中的定论生死啊。所以要看到诸佛。难以啊，因为诸佛嘛是安尼呢，一切法不生，一切法不灭，如此的建立，因此才成就诸佛的境界啊。安尼注意清楚吼，三昧个一切法不生呢，好比讲，我起贪，贪嘛是本性的作用，无贪嘛是本性的作用，讲贪不贪是性之用。无关于咱的见性就对了，哦，你起恶念、起善念，嘛是性的作用，无关你的本性也见性的作用。只要性你见得到，你后卖修行一切拢好讲好修啊。所以禅宗在以见性为先呢，见性了后才开始起修啊。所以无见性的人要起修啊，往往用于得舍的心、取舍的心呢。来去修行用功，结果所做出来呢，拢是杂念污染的心，如何咧开悟证果呢？是开悟证果，卖讲啊遐尔玄呐。总讲一句，就是呢，用清净心来去修行，接引太师思维动作，安尼就是开悟证果。那么卖个时光遐尔咧讲，哦，高不高攀呢？我永远无希望。那哎，那那就误解佛经的意思咯。所以道理若通了后，你去修行呢，
就不用摧毁之战呢，非常快活，做法度弄入这无限法印，正常这菩提存之人呢。好，只有你好。最后要结束以前啊，咱日本呢运用一个开悟圣经啊，伊两家要讲话咯，听好。开悟圣经云：心本绝尘何用事，心中无病祈求医，欲知是佛非心处，敏感高贤比较时。这段的意思咱注意听一下，非常要紧哦。伊意思讲，心本绝尘何用事啊？伊这是完全徛伫呢彻底高地位来讲高地位啦，毋是徛伫因地讲因地位哦，徛伫高地来讲高地位，是讲大摩祖师啦，还是这个六祖慧能大师啦？伊是彻底明心见性的人，我正讲啊，见了伊本性呢，有深有浅，有高有薄啊，有圆满甲无圆满的差别。譬如讲见了这个十五夜、十六夜月光明，当然这月亮是应该全部满贵啊。啊，这十二夜、十三夜、十四夜月亮呢，就无遐圆啊。好、哦，点么圆，但是无圆。这切杯切糕的人呢，跟一边而已。哦，那么这个切肉哦，切青的，那贵啊，像那西瓜吃了了的，像那西瓜肉，还西瓜皮那尔。代表月亮所见呢，有圆满无圆满，咱明心见性也同款。所以有一人伊个谈论话当中，就知影见性见了有圆满还是无圆满，听会出来。哦，所以修道讲这意思啊。如果你修干呢，已经彻底自性显露的时阵啊，心本绝尘何用事啊？哦，十五夜月亮，哦，唔该，拢完全无这个虚空乌云密布个炸哩，安尼唔免讲风吹云动啊，波云见月啊，唔免讲安尼啊，啊心就清清净净咯。光光明明咯，何用呢？苦读贪嗔痴呢？咁解设定，解你设定，唔免设啊！啊，爱个设呢，就是一个贪嗔，够痴，够无痴嘅。你心内爱个设，爱个设定，哦，佮净化呢？因一个万道、智道会讲解脱，哎，啊，心内爱个设呢，就是你个人闹恶家经，讲人是非，讲人长长短短，用话讲口讲舌讲舌呢？所以总共一句，心本来就决定咯，何用再说，何用再修呢？哦，这徛伫高地立场来讲话，用心中无病去求医啊！你的身躯有病再求医，对不对？啊，既然身躯健康如良如好咯，何用呢？请医生来给你医治咱的身躯的病苦呢？无病就免医生啊！当然，你有病人，就需要医生给你开药方，给你诊脉，给你看你的病苦，给你医治你的身躯啊！正确，这是徛伫高地来讲，一个健康人、正常人、无病人，伊完全唔免个医生来给医治伊的病苦啊！有需要医生，就是因为你可能有血压伤悬呐，哦，胆固醇伤悬呐。或者呢是有糖尿病啦、啊、心脏病啦、啊、肝病啦、啊、胃肠病啦、啊、血路循环无好啦、啊、尿酸过多啦、啊，吼、哦、一堆文明病就对啦。安尼当然需要医生，需要这医药啊。医药是针对有病人有需要。如果一个健康如好如灵的人，伊健康无病，你去找医生，安尼是毋是呢？感觉足奇怪嘞。哦。多出一句啊，这多余的动作就对了。哦，所以这两句话，你也当了解这意思啊。讲哦，修行啊，当一个人在生死反复时阵，未当无佛法，未当无如来来人间，
未当无有讲经说法的出家众，因为出家众也好，佛陀来人间也好，无非就是咩，讲经说法，互了解道理来修行啊。哦，啊，咱目前一个凡夫众生无开悟无见果，当然你未当无佛法，无佛法你永远无法度讲哦。道理在这所在，既然你都已经开悟见果咯，何用修定呢？道理在这所在。既然你无病苦咯，何用医生来医治病苦呢？这徛伫高地来讲话哦。那么反倒等下讲，凡夫众生心内有病，凡夫众生心内有三毒，安尼就个大细得细咧咯，大修得修咧咯。你身躯一身躯拢都是病苦，哦，你需要中医西医大医得医咧咯。天咧就是正对吼，所以这是两面话啦。古听好，欲知是福非心处。讲你若知影讲，哦，福是生做安怎的事，有明心见性啊呢？你就知影，哦，发心无常啊，哦，发心无常，但是连演化无量相啊。佛不是在这四大地水火风中在求的、哦、那么既然不是在地水火风在求的，你要如何建成呢？这就需要呢要明心建成功夫了、哦、发心是无常的、啊啊、无常不是代表什么都无呢？无常无无常，正了空真空妙有啊，哦，正了无住无住成心啊！哦，空是代表什么都无，是正了空无一切贪嗔痴无明烦恼，但究竟清净叫做空。那么真空连起妙有啊，无量作用啊。比如讲，我正的空性了后，正的了发心了后，我发心无形无相，但是连恭敬说法，慈悲一下度化无量众生啊。有无量妙用啊，所以记就好啊。伊个讲，面感高贤未照时，哇！譬如讲，半空中一面镜，一面镜当中吊咧悬悬啊，伊无照，但是呢，无照无不照啊，照字上接，接字上照，接照不字啊，伊大家即款的境界。哦，不简单哦，像这面镜呢，已经灰尘色个清气淡淡，这面镜照天照地啊。当你人行过时啊，这面镜呢，伊咪讲哦，我能照哦。啊，看到介粗鲁人，还是歹人呢，伊也袂个拒绝，袂个拒绝，也袂个留，去随去，来随伊来。哦，伊咪讲我能照。因为讲伊灵照，伊就会照爱未照，伊照常灵照。啊照，伊未讲我是去动，伊不动。这动静对这面镜来讲，有这款不可思议的存在。咱的正的菩提本性也是同款这道理。执字灵照，照字灵执，离执无照，离照无执，执照不执，这是咱微妙道理啊。咱菩提发心就是这回事啦，哎，来注意清楚吼。好，啊，来清楚以前这四句的开悟圣境的法语啊，非常重要。为了心中起见，咱如本去念一遍啊，赶紧的，以最快速度从笔甲纸呢，甲抄起来哦。伊安尼讲咯，开悟圣境云，心本决定何用事。心中无病祈求医，欲知是福非心处，敏感高贤未照时。哎、欸，你注意，看来有清楚啊哦。哇，那清楚嘞，时间够够咯，记住啦。咱明仔在《楞严经》呢第193天，同一时间再会。